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它其实不是我的信息，它其实是神在台湾正在释放出来的信息。从北到南，我发现台湾正在释放出关于祷告的信息。你知道，因为神要预备台湾的教会进到黄金十年当中，很多的神的仆人他们都这么说，他说台湾将要进到非常荣耀的十年。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台湾福音化，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化，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台湾成为列国的祝福。因此神正在预备台湾进到一个更大的祷告运动当中。所以今天我在分享这个信息，其实是神正在对台湾所释放出来的信息。这是神借着一位美国亚特兰大的牧师叫 Fred 牧师所说的信息。但是当然我要这么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神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信息。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说，其实在这个信息当中，我自己生命神正在对我说一些很深的话。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礼拜当中，神两次让我的内心里面对那个祷告的渴慕更加的加深。你知道身为一个牧师，当然我祷告，在我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在我为了服事的预备，甚至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带领祷告会。但是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有些时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当你真正的遇见神的时候，就算是你是一个懂很多很多的人，你会在神的面前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你知道一个人拥有很多很多东西，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感觉，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完全不会祷告的人。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说，主，我想要重新求你来更新我的祷告生活，把我带到更深的境界里面去，更多更多。那是当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经历。每一次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会说，主，我完全的在你面前悔改，主，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主，我好像是不认识你，主，我对你的认识是那么的渺小，主，我对你的经历是那么的渺小，主，我想要更多更多有你。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信息的由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是哪里呢？最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地方是哪里呢？有些人会说应该是美国白宫吧，可其实白宫并没有那么伟大。白宫是1880年建成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进到白宫的里面，所以他其实影响这个世界也不过是100多年的历史而已。亲爱的朋友，有些人说那应该是联合国的总部吧，联合国总部它是影响更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可我告诉你，那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才成立的。有些人说应该是华尔街吧，因为华尔街它影响全世界的金融次序，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局势都是跟经济的局势都是跟华尔街有关。有些人说不不不不不，应该是跟矽谷有关吧，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科技的社会里面，不管是 Google 是 Facebook 是 Apple 都是在矽谷。亲爱的朋友，其实矽谷红起来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情，在以前那是个种满了橘子的地方。亲爱的朋友，我要说这些都不是改变这个世界最深远最大的地方，这都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叫做 Upper Room。 其实当我们讲这个 Room 的时候， Room 可以说是房间，可是你也可以说是空间。包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没有那个空间给神来祷告。你知道像我们手机里面说，我们手机里面说我们的记忆体已经没有空间了，我们也是说 room 这个字。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我们有没有空间给神来祷告？在我们的行事历上面，有没有空间来祷告？很多人在你的行事历上排得满满满满的，你没有任何空间给神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排出这个 room，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行事历上面有这样的空间，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空间来向神祷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 upper room。 等会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事情。你知道 upper room 这个地方呢，或是你把它称为祷告室或祷告塔，这才是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地方。因为让我告诉你，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有好多的政府早就消失了，有好多的国家早就消失了，有好多的企业早就消失了，好多的机构跟组织早就消失了，可是这个 upper room 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基督徒的祷告室，
基督徒向主的祷告，我说的不只是一个空间上的祷告，是我说是基督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在全世界却变得更多。在过去的2000年，你知道一开始这个 Upper Room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只不过是11个人，他们聚在那个地方，他们向神祷告，可是从11个人到后来全世界基督徒的人口到了272,244,000人，272,000,000的基督徒人口占全世界人口 33.7%。 你知道全世界1/3以上的人是基督徒，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信仰。我要说这才是真正的白宫，只不过影响这世界100多年，联合国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立，矽谷华尔街都没有影响世界很久，可是这2000年来，祷告室、祷告塔、祷告殿，基督徒的祷告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世界的每一个州，在每一个国家里面，越来越多基督徒 powerful 的祷告，改变了国家，改变了世界的局势。所以，真正对这个世界有最大影响力的地方，就是 upper room， 就是在你的祷告室当中。Amen。你的祷告室里面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想要这样说，更进一步的说，耶稣其实对于 upper room， 对于这个祷告室也好，祷告塔也好，耶稣是有给我们关于这个的命令跟应许的。耶稣给我们关于这个的命令跟应许，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如果可以的话，跟着我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4节跟第5节，这段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 OK， 我们一起来读。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弟兄姐妹，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关于祷告，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你知道关于祷告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离开，关于祷告最不容易一件事情就是要等候，因为每次讲到祷告，基督徒太容易离开了。基督徒为什么太容易离开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决定好好的分时间出来，然后好好的来祷告，可是每一次你只要想要好好的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手机就响了，突然之间讯息就一直进来了，突然之间就有人很急的找你了，突然之间你就想起很多代办的事项了，平常都想不起来，可是你只要想要祷告的时候，代办事项都会出来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奇怪，好像就有一种，好像无形中就有一种力量在拦阻着你祷告。每次你想要祷告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你才刚刚跪下，你才刚刚坐下，你要祷告，就一直有个力量让你离开。你知道今天我们要等候也非常难，因为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不习惯等候，我们进到一个5G 的时代，所有一切都是要快快快，你只要看到手机上面开始有个圆形在那边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焦急，对不对？怎么还不赶快进去这个页面，怎么还不赶快下载好，怎么网络速度这么慢呢？亲爱的朋友，神要我们不要离开，要等候。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关于 upper room， 关于基督徒起来祷告，这是一个命令。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他说耶稣嘱咐他们，这个嘱咐的希腊文呢，他这个字的意思，它其实是个军事用语，它的意思就是命令。神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给一个建议，耶稣也不是鼓励你，耶稣是很强烈的站在一个元帅的角色，命令说不要离开，要等候。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要这样子来花时间来向他祷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祷告室，应该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空间。第二个，这也是一个应许，这不只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应许。因为刚刚这段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因为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应许。 OK， 那我要问我的问题是，门徒们有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呢？有遵守还是没有遵守？门徒是有遵守耶稣的命令，所以你知道他们
这段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当下耶稣跟他们说完话没有多久之后，这些门徒立刻就遵行了耶稣的命令，他们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巴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 OK， 中文圣经里面只是说他们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定的意义，就是好像就是某一间房子。可是在英文里面却不是这样子， New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是这样写的， And when they had enteredThey went up into the upper room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你在这里面这样讲，他说 into the upper room. 你知道这里面讲 upper room， 等会我们要进一步来讲什么叫 upper room。但是呢 ，upper room 的意思就是，你知道 room 就是像房间，对不对？或是空间 ，upper 就是在上一层的，好像在房子上一层的一个房间或上一层的一个空间。可这里很特别一件事情是，这里说 the upper room。你知道，就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的那个空间。神学家告诉我们，神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耶稣很多次跟他们团契的地方。他们很多次在这个地方吃饭，他们很多次在这个地方读圣经，他们很多次在这个地方祷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the upper room， 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上一层的空间或上一层的一个房间。OK， 亲爱的朋友，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了，就说，哎，那什么叫做 upper room 啊？你知道在我们台湾呢，如果你看我们的老房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屋顶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你到乡下去看那个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下很多的雨，对吗？雨水要让它能够流掉，所以那个房子的屋顶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到欧洲去呢，欧洲的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有雪，所以要让雪，如果很重的话它就会垮下来，所以欧洲的屋顶呢也是尖的。可是我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中东就不一样了，因为中东是非常干燥的，对吗？中东的气候是 super dry， 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超级干燥，它不太下雨，所以呢，他们家家户户呢，都很多时候会在屋顶上，他们的房子是平的，他们房子很少做成尖顶，因为他们很少下雨，他们也没有下雪，所以他们可以用平的顶，他们就会放桌子啊、椅子，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吃吃饭。他们喜欢在这个屋顶上面，然后呢，享受一些吃吃饭、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样子一个很美好的时光。那么我要给你看，门徒聚集的 The Upper Room 就是这里。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我去了这个地方三次，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神的同在，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很强的恩膏。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一个很迷信说某个地方特别有恩膏的人，可是我要说这个地方的恩膏是来自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太多人在这个房子里面祷告。你知道，因为这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就是在这个房子的里面，五旬节他们就是 在这个地方经历到圣灵很大的充满，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就喜欢在这个地方祷告。我在这个地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恩膏很强，很多人流泪，然后有些人病得到医治，有些人当场没有任何按手，可是有些人就被圣灵击倒了。所以这个就是 the upper room。 其实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还是在更上层，在这个房子更上层，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的外表，在这个建筑的外表上面有一个平台， maybe 是在那个平台上面，可能不是在房间的里面，可能是在那个平台的上面，他们在祷告。不管不知道怎么样，可是知道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房子的上面那层，可能是房间，可能是上面的平台。 OK， 那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可是今天我要说，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大家跑到耶路撒冷的那个 The Upper Room 去祷告，我要说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行事力分别出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一个空间，是我们需要来向神祷告。可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起来更多的祷告，那固然是很好，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那更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的夫妻，你已经结婚的举手一下，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 OK， 夫妻我要这么说，如果丈夫有你自己祷告的时间，妻子有你自己祷告的时间，那很棒。
可今天我要鼓励你一件事情，我们夫妻有在一起祷告的时间，那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他会自己祷告，那固然是很好，可是你们全家有在一起祷告的时间，那是非常 powerful， 那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说，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个人的祷告时间，那很好。可是我要鼓励你，今天我要说的 upper room， 这个不管你称它叫祷告室或祷告塔或祷告殿，我要或是祷告小组或祷告中心，很多人给它不同的翻译，可其实它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来祷告。 Amen。 我要鼓励你，我们基督徒要聚集在一起祷告，我们要个人的灵修祷告时间，我们也要有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间。第二个很重要的定义是，这个祷告是为了遇见基督同在的彰显。 Amen。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为着我的需要，为着我们家庭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教会的复兴，我们在为很多的事工祷告，我们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祷告事情祷告固然也是很好，可是我说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祷告不是为了我的需要，而是说主，我想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想要看到你向我显现，我想要听见你的声音，我想要与你面对面。所以这是一群基督徒的祷告。第二个很重要的定义是，是我们渴望遇见基督同在的显现。所以不在乎他在什么地点，不在乎他在什么时间，不在乎几个人参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我们就称这个叫做 upper room。 所以是一群人祷告，而且目的是为了神，我想要看见你的荣耀。 OK， 那我的问题是，你知道神当时选择了一个家家户户的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空间，神选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方，你刚看到那个房子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神竟然选择那个地方来成为圣灵浇灌的地方。因此我要这么告诉你，神可以拣选任何一个普通平凡的地方成为圣灵浇灌的地方。那可以是你的房间，那可以是你的办公室，那可以是你家旁边的学校，那可以是你们所住的大楼的公共空间，那可以是你们家旁边的麦当劳或咖啡店。亲爱的朋友，神可以用任何很平凡的地方成为他浇灌他荣耀的地方。第二个，为什么 upper room 是改变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告诉你，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天上的 upper room， 耶稣在他天上的祷告室或祷告塔，然后呢，借着他在地上的 upper room， 借着他在地上的祷告室跟祷告塔来掌管这个世界，来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进一步来解释这件事情。我说耶稣也是在他天上的祷告室里面，然后呢，他透过地上我们祷告室，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祷告室，我们所做的祷告会升到耶稣在天上的祷告室，耶稣在天上的祷告室会把他的恩典跟能力浇灌下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 powerful， 是因为这个天跟地是连线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所祷告的事情会送到天上去，而天上的恩膏跟能力会浇灌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没有天上的 upper room， 那么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个宗教的行为罢了。可是因为耶稣正在父神的前面在为我们祷告的，所以我们跟他是有个连线的。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们地上的祷告是这么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耶稣呢，当复活之后呢，耶稣跟用四十天之久向他的门徒们来显现，然后后来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了这个很有名的一段话，也是他在地上说最后一句话，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朋友，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 focus 在得着能力，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 focus 在为主做见证，但耶稣的焦点是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渴慕圣灵。当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得着圣灵，我们就会有事工，我们得着圣灵就能够做主的见证。
那关键是我们要 focus 在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他自己。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你们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是三十三节，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圣经上面划线下来，因为这段经文谈到了三位一体，你看到神三个位格。你知道天父把耶稣基督高举到他的右边，然后天父把圣灵赐给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你很清楚的看到神的三个位格，天父高举耶稣在他的右边，然后赐给他圣灵，然后呢耶稣就把圣灵再浇灌下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他天上的 upper room， 他在他的祷告室里面。耶稣在天上跟父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天父跟他的爱子耶稣，耶稣跟他所尊荣的天父，他们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在那个很紧密的关系当中，那是他的 upper room， 那是耶稣的 upper room， 他在那个地方领受了圣灵，他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那就成为在五旬节当中那个圣灵的浇灌，那些神迹奇事，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弟兄姐妹，大卫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他就已经很清楚的超越他的时代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大卫说了一个当时的世代里面觉得很奇怪的话，他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的天父，第二个是这个我主，第二个主是指着耶稣。所以天父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把撒旦恶者践踏在你的脚下。所以天父在对耶稣说，耶稣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使仇敌恶者践踏在你的脚下。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们地上，我们在这个 upper room 里面，我们就跟天上的 upper room 连线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送到天上的 upper room， 在天上的恩典跟能力会浇灌在这个地上，而在天上的 upper room 里面，耶稣基督已经践踏了仇敌恶者一切的能力，因此在这个地上的祷告室里面，你也会践踏撒旦恶者一切的权势跟能力。弟兄姐妹，我要说，你会践踏贫穷，你会践踏疾病，你会践踏咒诅，你会践踏死亡，你会践踏恶者的攻击，因为这些在天上的 upper room 都已经是耶稣基督的脚凳了，耶稣基督践踏了仇敌恶者的能力。所以当你在这个地上的，你在这个地上的祷告室里面，你连接了天上的权柄，你也能够胜过撒旦恶者一切的攻击，一切的权势。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往下。哈利路亚。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段经文里面将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来祈求。凡是靠着耶稣进到父神面前的人，都能够被拯救，因为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来祈求。所以 again， 你可以再次的看到，在耶稣在天上，他升到天上，他是在他的 upper room 里面，他在他的祷告室里面，他在那个地方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连接于他的能力。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相信在我们地上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践踏了撒旦恶者，他的疾病，他的咒诅，他的贫穷，他的失败，他的黑暗。 Amen。 第三个是 upper room 的神迹。我要这么对你说，当你开始起来聚集人们祷告，而且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追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几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叫聚集的神迹。我们一起说聚集的神迹。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请你告诉我十三节里面总共有几个名字，总共有几个人。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有十一个人，对吗？这十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叫十一个人呢？因为耶稣的门徒有几个人？十二个，而这是十一个人少了出卖耶稣的犹大。
那个犹大他做了错误的事情，而且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错误，所以他选择轻生。弟兄姐妹，轻生永远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逃避你生我们生命当中的错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十一个人他们都聚集来祷告，可是我告诉你，他们聚集来祷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说真的，你们我们我现在讲我们没有比这十二个使徒来的差，我们没有比这十二个使徒来的差。因为这十二使徒里面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之外，有人否认耶稣，有人耶稣复活之后呢仍然怀疑耶稣，有的人早就落跑了。今天的朋友，说真的，我们没有比较差，我这样讲，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你没有否认过耶稣嘛，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你可能没有怀疑过耶稣，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些人你从来都没有落跑过，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你都在这个地方来聚会，你没有落跑过。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不见得比彼得跟约翰来的差哦。OK， 那在这个地方里面，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非常胆怯，他们早就逃跑了，可是他们聚在一起祷告，这就是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多理由不聚集了。第一个，他们都不是耶路撒冷人，他们的老家在加利利啊。第二个，他们老家在加利利，他们的太太跟孩子还在加利利等他们啊。第三个，他们的工作技能是渔夫，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因为渔夫要在海或湖的旁边，而耶路撒冷的附近并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是找不到他们的工作的。第四个，那个残暴的杀了耶稣的人今天都还在耶路撒冷掌权啊，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能够聚在这里，可是他们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十一个人都聚在这里了。而且我告诉你，他们这十一个人聚在这里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我相信这十一个人又各自去带了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我合理的猜测，十一个人每一个人又带了十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十一乘十一就是121。你还记得刚刚这个经文下一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总共大概有多少人聚集在这个地方祷告？120个人在这个地方祷告，你知道吗？这十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是很胆小的，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留在这个地方，可是当我们要开始做 upper room 的时候，第一个恩典就是聚集的恩典，就是人们开始聚在这个地方了，而且甚至人们还在去邀别人一起来祷告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想要鼓励你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想要做 upper room， 如果你想要做祷告小组，如果你想要做祷告室，我要宣告你经历到第一个神迹，就是聚集的神迹。很多人就开始来聚集，你觉得那些最忙的、最有理由拒绝你的、最不可能来的、最不喜欢祷告的，最后他们全部都跑过来一起来祷告。 Amen。 如果这十一个门徒他们有办法再去每一个人再去邀十一个人，我要说你也可以去邀十一个人跟你一起来祷告。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K， 你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说，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知道这个同心合意，希腊文 homothumadon， homothumadon 这个 homo 意思就是一样或相同， thumadon 这个字呢就是水流或运动或行动或能量或工作。什么叫做同心合意？就是一样的水流，在一样圣灵的水流里面，一样同一个方向的运动，同一个目标的行动，一样的工作，这叫做同心合意。你知道，所以这是一种很深刻的一种很深刻的凝聚，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同心。我要这么说，你会在 upper room， 你会在祷告室里面交到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人在祷告室里面都会拿下他的面具，我们在祷告室里面都会做最真的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请你为我什么事情祷告，我们都会把我们最软弱、最脆弱、最挣扎、最痛苦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对吗？我们每一次请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彼此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真实在做自己，我们不是在讲那些我们不是的人。你知道，我们没有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很刚强，
主，我太刚强了，我信心好大。然后主在天上看着我们说，你在骗象啊，你在骗谁啊，你在演什么啊？我们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我很刚强。我们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好软弱，主我好需要你，主我好需要你的同在。亲爱的朋友，你在祷告室里面你会交到最好的朋友，因为大家在里面都是做真正的自己。 Amen。 而且在那个祷告里面，不只是做真正的自己，你也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Amen。 第二个，这个神迹是一个祷告的神迹。你在祷告，你在当你要做这个祷告事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个祷告的神迹。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祷告的神迹。这个祷告神迹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四节，这些人跟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恒切祷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里面呢。 OK， 让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OK， 假设如果凯哥，好，凯哥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假设我跟凯哥说，凯哥，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为我祷告？凯哥，你会为我祷告吗？他说会。OK， 假设我现在跟凯哥说，凯哥，我心里好忧伤，几乎要死，你跟我警醒一下好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好，我已经跟他这样讲，我已经跟他坦诚到这个地步，我难过到快要死掉了。然后接着我就走到他的面前，才隔没有几步，我就整个人跪在地上，主啊，我好痛苦。然后紧接着我就趴到地上说，主啊，请你把这杯挪去吧，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如果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猜想凯哥会怎么样？凯哥也应该已经是在那个地方，可能已经跪下来为我祷告了，对吧？甚至他走到我身旁为我按手祷告，他想牧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忧伤呢？可是我告诉你，当耶稣这么说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当他回头是看到彼得、雅各、约翰已经睡到两旁都是口水了。哎，我告诉你，说真的，你可能真的没有比他们差哦。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就有比这些门徒来的差，这些门徒做事情真的很难想象，对不对？然后呢，接着耶稣就回到他们那边去，就看到他们都睡着了，就跟彼得说，你难道连一个小时都不能同我警醒吗？嘿，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耶稣在他们面前无数次示范了祷告的神明。耶稣在一天的开始祷告，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在一天天没有亮的时候，就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祷告。有时候耶稣服侍完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先上船，我要上山去祷告。有时候耶稣在那个山上通宵在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在跟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当人们都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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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要死了，完了完了完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大家都说完了，他说成了。即使耶稣在他们面前无数次示范这个祷告的生命，可是他们仍然是不会祷告。而且你知道他们不会祷告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说，难道连一个小时都不能祷告吗？这真的很让人震惊，对不对？耶稣是一个这样彻夜祷告的人，然后他们连一个小时都做不到。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光是这一点，真道教的弟兄姐妹就更好了。阿们。因为我们礼拜四的祷告会是一个半小时的。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哎，弟兄姐妹，你拍手是好像你都有来参加祷告会一样哦。你要都有来参加祷告会，你才能够拍手。我说嗯，这样说，这样我至少好。彼得没办法祷告一个小时，我至少祷告一个半小时。OK， 好，那我，可是他们突然之间从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祷告，突然之间过没有几天呢？过没有几天，大概过了四十天左右，因为耶稣死，这个是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嘛，对不对？要受难的那一天晚上，然后呢，他过了耶稣复活只有四十天，然后呢，四十天之后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多久呢？他们祷告了十天。从耶稣，因为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所以耶稣是在这个时候受难的。耶稣受难只有四十天这样向他们显现，五十天减四十天就是十天，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十天。弟兄姐妹，让我再说一次，他们从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祷告，突然之间到他们祷告了十天，同心合意，然后非常迫切的在那个地方祷告了十天。哇，这个祷告生命是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在那十天当中，他们就这样 shukara ba ya ra ba shukara ra ba ya ra ba 这样祷告。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祷告，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还不会方言，所以他们是悟性祷告。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对他们有感觉更尊崇了一点？十天他们就一直用悟性祷告，十天从早到晚他们就很迫切的在那个地方祷告。亲爱的朋友，十天他们在那个地方悟性祷告了十天。嘿，我要说第二个你会经历到的神迹，就是你会经历到这个祷告增加的神迹。你本来只能做五分钟的祷告，接着你可以做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所以每一个进到 upper room 的人，第一个你会经历到神迹是你会能够聚集人，第二个是你的祷告会增加，你的祷告会增加，你会越来越享受在那个祷告的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做恒切呢？恒切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就是坚持下去，紧抓住这个目标。有一个人用这个形容词，就好像一只恶犬，他咬住就不放了。我们不要说恶犬好了，我们说警犬或是军用犬。你知道你如果那个德国狼狗他看到一个坏人，他就冲过去然后咬住他，然后那个坏人怎么甩怎么甩，那只狗都不肯走掉。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祷告恒切就像这样子，我们咬住这个目标就不放了，我们坚持到底不会放的。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在 upper room 里面经历到这个聚集的神迹，祷告的神迹。第三个神迹是领受的神迹。你知道我们经历到这个领受的神迹，教会跟这个世界上面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同在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所以耶稣这样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那个圣灵的喜。亲爱的朋友，很多地方也可以像教会一样，你说教会很温暖，很多地方也可以很温暖，教会充满爱，教会里有很多朋友，教会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教会很热血，教会很正向。让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就是神的同在。我知道神无所不在，神可以充满在咖啡厅，神可以充满在办公室，神可以在电影院，神可以在保龄球馆，神可以在公园，神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没有任何地方是神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动工的，神无所不在。可是我要说的是，教会里面不只是那种神无所不在的同在，教会里面是更强烈的，是有一种很强烈很浓郁的神的同在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里面有这么强烈的神的同在，我们的主日聚会里面有很强烈的神的同在，我们祷告会里面要有强烈的神的同在。那是我们渴慕的一件事情，我们渴慕这个神同在的彰显。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神的同在，我们没有领受这个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出这个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这个 upper room， 在这个祷告室里面，在这个祷告塔里面，在这个基督徒的祷告聚集里面，我们需要遇见神，好让我们从这边领受，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神领受的恩典、能力、同在、圣灵，然后我们能够给出去。弟兄姐妹，我要你伸出你的手来做这个动作，这样子先伸出手来，我们要来领受。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鼓励你在祷告当中更常这么做，就是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领受神的同在，我们要领受基督的彰显，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我们要领受属天的恩赐，我们要领受属天的爱，我们要领受启示。而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领受完之后，我们就要这样子给出去，我们就要开始给出去来服侍，我们就要给出去来传福音。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做一次，我们来领受，我们遇见神，我们来领受，领受神的同在，领受圣灵的浇灌，领受恩典跟能力，然后我们就给出去。我们在我们的服侍里面给出去，在我们的传福音当中给出去，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我们领受，我们给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领受的神迹。弟兄姐妹，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要来领受。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要领受，主，我们要领受你的同在，主，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主，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跟能力。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爱去服侍，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智慧去服侍，我们所有一切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领受那他那个超越我们的智慧、超越我们的爱、超越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给出去。第四个，
是侍奉的神迹。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直接举一个现代版的比喻，他们可能就站在那个屋顶的平台上面，他们在那个地方祷告，他们祷告，突然之间有一阵圣灵的风吹过，突然之间有圣灵的火焰淋到他们的身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对他们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可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某一个国家的语言。当时有很多从各个国家来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除了是犹太人，他们会说他们来的那个国家的话。这好像今天如果在台湾，很多侨胞回到台湾来，那些住在法国的侨胞他们说法文，住在阿根廷的侨胞说西班牙文，住在巴西的侨胞说葡萄牙文，然后那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祷告，他们说出他们自己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别人从各国来的人他们听得懂，他说哎，怎么会听到，在这边怎么会听得到我的国家的语言，我住的地方的语言，嘿，好特别哦！他们就开始聚过来。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街道上面，他们本来经过那个地方，只是一群人在上面聊天。他们经过也会有些人在上面喝咖啡或聊天。可是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看到一听到一群人祷告，然后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是他们的话，各式各样的语言，各个国家的人就开始聚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看着上面说：“哎，上面到底什么聚集啊？上面好特别哦！”可是看起来他们的穿着又不像是从我们国家来的人。甚至他们看起来穿着有点是从乡下来的人，看起来不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人，他们怎么说我们国家的语言呢？然后现在很迫切的祷告。这边当他们听到这些语言的时候，他们听到各国的人，他们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呢？最后这句话，他们在讲什么？神的大作为，神啊，你太伟大了，神你太荣耀了，神你太有能力了，神你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些话是讲给谁听的？他们在讲给谁听？讲给神听，还讲给地下那些在听他们讲话的人听？他们在讲给神听，因为他们现在在，他们在顶楼，在那个平台上面，他们是在干嘛？他们在祷告，他们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围在那个地方，120个人聚在那个地方，他们祷告，他们说：“主啊，你好荣耀，主你好伟大。”他们用各种语言说出这些话来。下面的人就突然说：“哎，怎么我听到我的语言讲的神很伟大、很荣耀？”他们就纷纷聚在那里。亲爱的朋友，我的重点来了。我们比较熟悉会跟不信主的人讲说神很伟大，我们会跟软弱的人说神很荣耀，我们会跟怀疑的人说：“哦，神是充满爱的。”可是我们不常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好伟大，神你好荣耀。”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很熟悉去跟别人这么讲，我们很不熟悉直接来跟神这么讲。亲爱的朋友，我的重点是什么呢？基督徒比较习惯 minister for the Lord， 为了神而服侍。基督徒不太习惯 minister to the Lord， 面对面的来服侍神。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哦，我要为神来做这个，我要为神来传福音，我要为神来带小组，我要为神来加入敬拜团，我为神做这个。”我们很会为神服事，但是我们不太懂得什么叫做面对面的来服事神。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跟你讲这第四个神迹，叫侍奉的神迹。这个侍奉我要讲的是 minister to the Lord。 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去到马大跟玛利亚这两个人的家里面，马大在那个地方，他要做沙拉，做牛排，好准备饮料，然后要为耶稣做好多的事情。然后呢，玛利亚只做一件事情，玛利亚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耶稣，好爱你哦，耶稣你好柔美哦，耶稣我好被你吸引哦，耶稣你是最伟大的。他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敬拜，享受跟神同在。亲爱的朋友，马大就说：“耶稣，你看看玛利亚在搞什么，赶快叫她来帮我吧。”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好多事情操心忙碌，但其实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没有办法从她夺去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这么说，我们最需要的是，你知道马大在做的是 minister for the Lord， 他在为了主。可是玛利亚在做的是 minister to the Lord， 她在面对面的服侍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
我要这么说，面对面的来服侍神，来敬拜他，来尊荣他，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弟兄姐妹，我要这么说，面对面的服侍神，更深的敬拜他，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绝对不可少的。 Amen， 这是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因此我要这么说，事工是可能会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当他们的事工改变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改变了。他们没有当小组长，他们没有在敬拜团，他们没有这个服事，他们没有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他们的生命，他们好像跟神的关系就断掉了。可弟兄姐妹，我向神的祷告是，主，如果有一天没有任何一个教会邀请我去服事，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在真道教会当中，如果好像神没有让我有这些公开的服事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因为我是要把我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我跟神的关系上。 Amen，我可以享受我面对面的来服侍他。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把面对面的服侍神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呼召。不管你在银行工作，还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在政府工作，在学校工作，在医院工作，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在贸易公司工作，在任何地方工作，我要说，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呼召就是来到他的面前，面对面的服侍他，来敬拜他，来尊崇他，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生命中最高的呼召。我们来复习一下，当我们开始 upper room， 我们开始这个祷告室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聚集的神迹。我要祝福你，有很多人会聚集跟你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追求神。 Amen。 第二个你会经历的神迹是祷告的神迹，你们祷告的生命会越来越强，你会越来越爱祷告，越来越享受祷告。第三个你会有的神迹是领受的神迹，你会领受神的同在，你会领受圣灵的浇灌，你会领受神从天上来的恩典跟能力，以至于你能够给出去，所以你会领受的神迹。第四个你会经历到神迹是侍奉的神迹，不只是为了主而服侍，是面对面的来侍奉主，讨他的喜悦，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五个是丰收的神迹。亲爱的朋友，很多人一直想要跳进这个阶段，说哦，我想要看到更多灵魂得救。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跳过了聚集的神迹，不要跳过祷告的神迹，不要跳过领受的神迹，不要跳过面对面服侍神的神迹。所以我们教会真的需要苏醒，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苏醒，我们的灵里面需要苏醒。当我们苏醒过来的时候，更多更多更多的人就会醒过来。那一天当彼得、雅各、约翰还有120个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彼得转过来，对着下面，他在那个平台上面对着下面聚集了很多人，他就开始大能的传讲信息。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上还在等待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他们。弟兄姐妹，有一天我要说，我们可能在一个聚会里面有300个人受洗，有一天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有1000人受洗，有一天我们的聚会里面有3000个人受洗，那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开始聚集祷告，领受神的恩膏跟能力，面对面的服侍神，我们就进到这个丰收的神迹里面。而且不只是一次3000人得救，而且他们主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哈利路亚，我们祷告，神也在我们真道教做一样的事，主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我们都看见更大的丰收，更大灵魂的丰收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丰收，你知道祷告必须要跟布道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布道，我们的祷告会看到丰收，而我们传福音跟丰收也是需要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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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我们当然可以有复兴，如果我们起来祷告，在 upper room 里面，如果我们聚集起来，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我们想要面对面的遇见你，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很大的神迹。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所有的人，我们一起从位上面站立起来，好不好？哈利路亚！我告诉你，甚至不需要11个人，你知道吗？凯哥，来来来，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圣经上这样讲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天上的父就为我们成就。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两个人足够了。我要告诉你，开始你的 upper room， 即使是只有两个人，即使只有三个人，我要鼓励你开始你生命中的 upper room。你个人更多的祷告那很好，可是我要鼓励你聚集两三个人在一起来祷告。我今天牧师跟你这样讲，我也在一个 upper room 里面，我也有 跟一些人在线上来祷告。我的那个 upper room 叫做 David， 叫做大卫祷告小组。我在一个叫大卫祷告小组里面，那里面的人成员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在里面每一个礼拜我们有40分钟在线上，我们在 LINE 上面，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想要鼓励你，牧师今天是跟你分享这个改变我生命的信息，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来组这个祷告的小组。你不用一开始不用很多，我告诉你两三个人，你先从一个礼拜5分钟好不好？5分钟你做得到吗？如果你说5分钟你做得到，我告诉你从5分钟开始，慢慢增加到10分钟，到15分钟，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在最后结束的时候3分钟，我们来做这个 upper room 的祷告。两个人最多做了3个人聚在一起，有这个 upper room 的祷告。我要为你来祷告，祝福。我们祝福完，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 upper room 的里面。我要祝福我们的教会进到这300个 upper rooms， 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手张开来，好像刚刚领受的姿势，我们要来领受。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圣灵，主我们说，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要等候你，主我们想要领受圣灵的洗礼，更大神同在的彰显，更大圣灵的浇灌。主我们在地上的 upper room， 在地上的祷告室，要跟天上的 upper room， 跟天上的祷告室连接在一起。主连接在一起，主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主你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主你的突破成为我们的突破，主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主你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主我们宣告弟兄姐妹要进到这个聚集的神迹当中，这好多人聚集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一起来寻求你，主我们要进到这个祷告的神迹里面，我们越来越爱祷告，越来越享受祷告，我们要进到这个领受的神迹里面，我们要领受神的同在，圣灵的浇灌，主的恩典跟能力。主我谢谢你，我们要进到这个面对面侍奉你，跟你有美好的关系的神迹里面。主我谢谢你，我们要进到这个丰收的神迹里面。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看到列国万邦能够得救归向你，是为了看到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归向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宣告台湾要进入黄金十年，我们的教会要进入黄金十年，我们的家我们的事业都要进入黄金十年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